影相啦，名字非常之熟悉啊，卢素怡啊。好啦，咁我哋去到台中间俾我哋前面嘅全部攞张相先啦。有请可以望望右手边嘅全部朋友啦。我觉得都自信翻啦，因为我哋公司都有帮我哋 training 嗰啲，我觉得都几好嘅，咁就自信翻啲咯。因为我觉得要进修翻自己咯，我觉得提升自己系比较重要嘅，所以我就觉得系提升自己之后去准备参加其他比赛咯，系啦。其实都唔系嘅，我喺细个时候其实都开始参加好多歌唱比赛啊，我觉得系都系要提升自己去参加唔同嘅嘢，系展现俾大家睇咯，系啊。之前因为我之前都系参加歌唱比赛多啲啊嘛，可能未参加过选美嘅，咁我就去尝试啦。咁尝试可能系之间即系有啲唔系好好啦，咁我就觉得要去提升自己，可能去了解多啲点样去选美嘅嘢啦。咁就今年即系提升信心，再去参选咯，系啦。有冇话具体系提升边个？我觉得自信系重要啲噶，系啦，自信咯，我望镜头都会自信翻咯。是的，我之前有参加很多歌唱比赛啦，或者是歌唱演出啦，都会有人说啊，得奖是卢淑仪啊，这样他就会说我的名字跟他相同啦，是的，冠军卢淑仪，香港小姐冠军卢淑仪这样啦。我觉得不会，我觉得是多一个机会给自己咯，尝试不同的东西。依家做緊香港小姐，我希望都係即係帶俾大家正能量啦，為呢個社會帶出多啲嘅貢獻啦。咁都會之後如果有機會嘅話，會繼續做歌手啦。